让它那么亮，其实就有一点点。怎么这么亮出来的颜色？太红了。好了，现在不会那么亮了。炒粉店，对，小餐车，戴上口罩，戴上口罩，干净卫生。你们都说我这边发量少，今天我把前哈前刘海直接给整这边来了，这边。这边下边全是小绒毛，不会显得很秃了。别戴了，戴着吧。戴着不是为了卫生吗？戴着为了卫生。太难了呀！哎呦，我的头！你们都说快掉秃了，完了。一个快40岁的女人，真的是不掉头发才不正常。这个餐车还有把手，还有遥控器，还有方向盘。你们啥时候来呀？你们啥时候能来现场支持我一下子呀？咱免费吃行不行啊？过来看看我呀。有那种透明的，但是是不是我脸太大的缘故，我戴上那个透明的可难受了，舒的我受不了。过了年我就36岁了，可不快40的人了吗？你在中国哪里？喂，帅哥。啊。今天几个人？再确认一下。啊，5个，今天5个，有1个人没来，5个人。5个人是吧？还是都放煎蛋，然后几个放辣椒？两个放辣椒，我给孩子给他拌一下吧，是吧？啊，放蛋里面，我要放蛋，放辣椒，放点行吗？好嘞，行。行，好嘞。嗯。一会儿我去拿是吧？啊，一会儿你还得来拿。行，嗯，好的。嗯，挂了。订单5份，对，每天吃炒面，已经吃了20天的炒面了，连续吃20天的炒面，搁谁能顶得住？哎呀，我先把鸡蛋煎了。
把鸡蛋给它煎出来。他每一份炒面都要加一个煎蛋。煎蛋多少钱一个？一块，一块钱。宫斗剧日常，啥宫斗剧日常啊？好，这个煎蛋慢慢煎着吧。咱现在要去配出来五份的配菜，咱11:50正式给它开炒。拿上五个盆儿。可以点两个来吃，欢迎来点煎蛋啊。有没有那个手抓饼，手抓饼能用的。嗯，有。嗯，要一份手抓饼，然后再加个鸡蛋。行，肠不要是吧？嗯。
行哈，不管不管，你就尝一口，一口也不尝，快点儿，我嘴巴里边吃着糖嘞，快点儿，我嘴巴里边吃着糖嘞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，我真不吃，一定要吃。你姐姐昨天选的，你咋被人家喝了呀？你给他剩点儿，哦，尝一口，啥味儿的呀？绿豆沙，好喝吗？好喝了吗？嗯，确实，你给他留点哦。嗯，关门回家干啥？放这儿。好好好好
来个这个。谢谢大家当主播送人头，谢谢。高能送的小画家爆出来的山水初逢，草面，哎
样长得有点赵丽颖啊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我要一份米线，行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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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.
直筒儿。炒粉。直筒儿。你直接把放到直筒里边，它放不下。他现在是炒完了要带走。我这放到直筒里边咋走的呢？油很大的，油很大的，谁出钱呢？关键是工人不舍得掏一块钱，拿个这个纸盒，你听听听，大家能明白不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，而且它是每天吃，那个都是属于一次性的呀。炒粉，你吃完了第二天还用那个吃啊，也不行吧？手抓饼，妈，放鸡蛋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。现在大部分人，你对呀、啊，你早上卖，早上你卖包子，你不用塑料袋，你用什么装呀？全是现在不全是塑料袋吗？过桥面、手抓饼。所以啊，没必要叫这个塑料袋的这个汁儿啊。装烧饼，你买包子，你弄啥不得用塑料袋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，买啥都得用塑料袋啊！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啊，手抓饼，啊，那等一下啊，两三分钟。炒粉、炒面、啊。你今天没开门时哦，开了，上午没开，我上午去那边回来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、啊，啊，行，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、炒粉、炒面、过桥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。手抓饼，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，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，炒粉、炒面、过桥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手抓饼。
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炒粉。刚才我都不好意思回话，凡是我们这些邻居啊，来买东西啊，我都不好意思看着直播说话，还是放不开，知道吗？还是有点放不开。过桥米线。哎呀，继续炒粉。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。我想上螺蛳粉。但是我问了好几个人的意见，炒粉、炒面，有人给我提议说，你既然上着米线了，你再上螺蛳粉，它的味道很怪，会影响其他的。炒粉、我纠结了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知道吧？炒粉、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。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纠结，太纠结了。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还不如上蛋炒饭了。蛋炒饭每天还得蒸啊。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。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。炒粉、炒面，螺蛳粉倒是挺好上的，弄好料酱料就行了。米线有现成的。炒粉、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，过桥米线。啊，像厨房搬来接做饭的感觉呀、啊！过桥也挺好的呀，是吧？这个餐车就是跟厨房似的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嗯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。
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嗯，来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该去做午饭了呀。炒面配个煎蛋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再放点辣椒油，太香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麻油小姐姐找回来了吧？没有，没来。炒粉、炒面，过桥米线。没来呀。难道认可了这种饼了吗？炒粉、炒面，还是说过桥米线？这小姐姐是默认的这种饼了，还是说特别的生气，心里边炒粉心里边骂骂咧咧的，骂了一大堆，说再也不去这个摊位吃饭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哎，我又损失了一个优良的顾客，真的是。还有那个，米线煮成那个米细米粉的那个顾客也没来呢。哎，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以后都不会来了呀。炒粉、炒面。真的是过桥米线、手抓饼，损失了一个优良顾客。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，各种废旧手机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，给他们炒了四份的。炒粉、还有三份的就炒完了。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还有一份就炒完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。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加2块钱面的付9块的铁帅哥，铁打的估计还来。来了呀。手抓饼。昨天也吃了，前天也吃了。炒粉、炒面。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。昨天过桥米线，那个是京东的快递小哥。那帅哥来了以后直接问我呢，说那天给我炒面的是你师傅。炒面。我说你别听他吹，他是我师傅。我说他，我说给一个评价，他
他炒的面怎么样呀？好吃不？炒粉，炒面。然后还行还行还行，挺好的挺好的。然后说还行挺好的。炒粉。我说那天是不是给的你的量不够多呀？我说今天给你们多炒点啊。结果昨天给他炒的一大盆儿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满满的一大盆，他还给我剩了好多。他说你今天是不是给我炒的太多了？我吃不完了都。炒粉、炒面，他说过桥米线，人家上来就问我，那天炒面的是你师傅，笑死了。炒面过桥米线，师傅手艺不错，就是有点齁。炒粉，哎呦，一天天能把人给笑死。过桥米线，好了，把那份也给他炒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老拿那天煮米线煮自己了，你知道吧？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面，现在我再来喊，我说走啊，炒鸡皮炒面呀，给你在呀，他就有点不让听不让去了。炒米饭，炒粉，炒面，炒鸡块，嗯，这个有抓。炒粉，鸡块啊，炒啊，鸡块。
放这就行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。饿了，吃的好快啊！咱吃吧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面、手抓饼。炒粉。我拿着吃了个炒米粉。过桥底。孩子，12岁钱你们拿了吗？啥意思？赶紧，还得还差一份嘞。炒面。还没有给人家炒完呢。手抓饼。炒粉，赶紧快点儿！过桥底面，手抓饼。炒粉，炒面，过桥底面，手抓饼。炒粉，炒面，过桥底面，手抓饼。喂。哎，这是明天收摊的吗？啊，出这摊儿的啊。那我下去送吧。不能，一个人出这摊儿的，嗯。嗯，行，那不能让我下去的啊。嗯，好嘞。过桥面，手抓饼。炒粉，炒面。小区邻居打电话嘞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面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面、手抓饼。杭州的肯定贵呀、啊。杭州是个啥城市啊？肯定贵。过桥底面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面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面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面、手抓饼。哎，生意好不好？瞎做嘞呗。炒粉、炒面。哎，卖小吃就是这样，饿不死人。手抓饼。谁都要吃饭不是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面、手抓饼。谁都要吃饭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面、手抓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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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该吃中午饭了啊！炒面，你们也赶紧考虑考虑，中午吃啥？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面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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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抓饼。
老狼呢，他给他装好。炒米粉还剩一点点炒面，我给自己炒了。炒面，我得吃饭呢。我吃点东西，光有劲儿的。炒粉，炒面。我有时候忙了，我就是赶紧自己先吃。自己吃点儿就有劲儿了。炒粉，炒面。小刚摆烂了。
有那样的想法，有那样的想法的话，你就真的就光棍一个人吧。点辣椒油，没事儿，搁这个手机里边说会儿去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、炒米粉。来了，那帅哥也来了。麻油放不？放。
二郎泪手下在地儿。啥呀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九八饼。炒粉。刚有人点了点了两个炒面，我们来继续炒起来。九八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九八饼。炒了一桶。啊，对，现在就是你的啊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九八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九八饼。不辛苦。炒粉、炒面，干的就是这个行业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九八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九八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、九八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九八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九八饼。个字儿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老狼在家急中接孩子嘞。炒粉、炒面、过
是七块钱的量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。好了，放辣椒，放辣椒油不？好。好嘞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。一共十四。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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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。
好吃，行。我炒大盘也能来，只要你们县人来了就能吃，免费吃啊。炒粉，只要大家到现场来了，路过此处的，来就免费吃。炒粉。声音啊，就有时候我那个手机啊，它调的多多少少也有点问题，手机声音小，我这儿有个小音箱，我没有连，因为一连蓝牙，人家打电话，全都通过蓝牙出来了，接电话有时候没有声音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面，没事，只有那极个别的才会办这种事儿，一般人不会的啊。炒粉、炒面。过桥底线，有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，有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，有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。好。
谢夸奖。炒粉、炒面。这给我夸的不好意思了都。有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我的炒粉都快凉了。炒面。我的炒粉都快凉了，赶紧让我再吃两口。我的炒米粉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，好吃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米粉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十二点了。就吃这个一点味儿的面，这怎么弄的？我叫我尝，你看一尝就是大，我你放大点压吧。让我让我闺女给我是调小词儿，一会儿也少了，后边不小了，两块三块多，少点儿了。最高不是都两块多吗？我上一次少了五块，你有两块，姐姐，过桥有几块？有八块，十五。你今儿进来能清汤嘞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不冷，不冷，十五。你喝，你喝着就成功了，行了。我说你吃喝着了，我说那叫你成功了，行。手抓饼。这个没有给他放辣椒来着？放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，你再帮我算账吧，大哥。一份赚五块，三千四，要将近一百份。
没有那么大想法，我不想赚三千四，把我累死，我的胳膊卸掉我也挣不了那么多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、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，不能天天炒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，我每天那个手抓饼都是差不多固定的，我不会进太多。炒粉、炒面，第一每天要保持新鲜，第二就是控自己控制量，卖完了就卖完了。炒粉，不让自己太累。过桥米线，手抓饼。炒粉，炒面。我说七块钱一份，一份咋能挣五块呀？手抓饼。七块钱一份，你放个鸡蛋，放一盘菜。炒面。然后。过桥米线。一包粉或者一包面。哪可能挣那么多呀？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你还用调料油、盐。炒粉。还有辣椒油。过桥米线。筷子、打包粉，你都得放进去。炒粉、炒面。你是嫂子吗？是。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嗯，对。还有煤气，都没算。过桥米线，手抓饼。炒粉。你要说一份挣三块、两块的，我觉得可还差不多。你要说挣那么多没有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，来单了，我又不能吃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这个炒河粉和炒米粉是导演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河粉已经手抓饼，分了两品，分了两品了，是吗？但是河粉你现在实际上炒粉、炒面，这个是炒粉，这个是米粉啊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。再来个炒过桥河粉吧。没有河粉，没有河粉，这个就光这个啊。这个对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那再炒什么吧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这是，我这里我是办事用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
冻死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。弄个这个焖会儿，炸会儿。手抓饼。这个弄挺对嘞。炒粉。这个没有那么多灰尘了。啊。过桥底线。干净的。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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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抓饼。饿了吧了是吧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，挪一会儿就放那儿吧，肉。过桥啊，放那儿吧。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底线、
别翻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弄快了吧，这就放水里边就可以吃了。我死给弄了，我弄了。弄来肉，开吃吧。炒粉、炒面。你稍微先吃点肉。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完了。炒粉。继续把我这米粉吃完。过桥米线。这米粉还剩着嘞。手抓饼。赶紧吃吧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饼没有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因为我们这儿这条路上有好几个饭店，人家都卖炒饼。炒粉、咱就不抢了吧。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大邯郸真便宜，嗯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那炒粉都凉了。手抓饼，炒粉，炒面，辛苦卖炒面，手抓饼，不辛苦，大家都辛苦。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谢谢，谢谢心上人是静妹呀，送的水晶球，还有潘多拉魔盒，谢谢你。炒饼没吃过，那饼是什么形状？就是炒饼，就是烙一张大饼，然后切成丝儿，然后炒一下。炒粉、炒面，给我吃一口。手抓饼，你得来了，我给你炒一份儿。你能吃我剩的吗？不能吃我剩的。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是吧？让你吃剩的多不礼貌。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手抓饼，嗯，谢谢。炒粉、炒面，谢谢静妹送的。过桥米线，送的办卡。等你来啊！等你来了，免费吃饱。过桥米线，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炒饼要炒饼，我们这里炒饼就炒饼要么就是洋白菜炒，要么就是绿豆芽炒。来个凉皮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嗯，没有凉皮。炒粉。有炒河粉。炒河粉市场成功了，只有一包炒面了，那筐子都买完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手抓饼，有米线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
炒米粉。刚给人家炒最后一份米粉也卖完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还是挺好吃的，对。我吃的是炒米粉，续的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吃不了辣怎么办？炒粉。吃不了辣就不放辣椒呀，不放辣椒吃的也很香。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好了，我吃完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还有一包炒面了，这筐里边还剩一包炒面了，就没了。炒粉、炒面。然后今天炒的东西就都没有了。因为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出摊儿。炒面、过桥米线。市场好多的小摊儿，然后河粉什么人家都不做了，都停工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午餐，对，手抓饼。我是吃饱了，我不管他们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，不管老狼了。我先把我自己吃饱了，一会儿好有劲儿给人家做粉，给人家煮米线什么的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今天就想收尾了，明天不想出摊了，明天想直接休息了。这两天事太多了，给我累的。昨天就跑邯郸去买老狼买了一些海鲜，买了一点虾。因为俩孩子都特别喜欢吃虾，买了点虾，买了点带鱼，还有那个多宝鱼、黄花鱼，老狼买了一些。后来我们又去了一趟大超市，采购了一些干果啊、调料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买了一大堆。昨天啊，花了2000，钱是真不经花呀。对，昨天买了一个这么大个的榴莲，买了一个这么大个的榴莲，因为孩子们基本上都没有吃过这玩意儿，知道吧？炒粉、炒面、西芹、过桥米线，然后买了一个，然后然然来是当天都想吃，然后狼说。过年吃吧，全家基本上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，咱们到时候一块儿分吃的，都尝尝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外面民营餐厅全关门啊！哎呀，好多餐厅还是指望着过年挣钱了呀！现在不是都订年夜饭了吗？像疫情的那3年。那餐厅基本上都倒闭了，现在又不一样了，现在又回归了，现在又开始订年夜饭了。那时候疫情，是吧？每年到春节，那餐厅真的都不敢营业。前几天从邯郸回来，市里人好多，特别国风那一带，对，国风、康德、
那个那一带那就属于怎么说呢，属于邯郸市的中心地带，火车站也在那儿嘛，那边商场比较多，所以这几天正是采购买卖买东西的时候，知道吧，买衣服商场人都爆满，超市人都爆满，超市昨天那个购物车推的都是大的，然后推出来买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，啥都有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闻这味儿你能适应吗？我还行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谢谢关注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嗯，这么漂亮，姥姥这一福气，今天主要化了个小妆，哈哈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今天还开了点美颜，我不说你们知道不？不知道。买东西跟不要钱一样，过年了嘛，我们中国人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采买还是一样的，很多都会买买买。就是疫情的几年虽然很难，但是大家到过年的时候还是要采购一些过年吃的东西，还跟以前一样，只不过说采买的会有变化。如果说家里是吧经济紧张的，可以就是质量上不要买那么多肉啊什么的，质量好的人家都买牛羊肉啊。如果没有挣到钱的话，大家多采买一些猪肉也是可以的，都行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这种餐车晚上停哪儿？停我们小区里面。这个餐车晚上就停到我们小区里面了。那东西洗完车的人特别香，不洗完的闻着都大炸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那个榴莲确实吃吃。孩子们主要就是，就有一次，姥姥给他们买过一次，他们说哎吃着还行，然后这次到超市的又想要，要，然后姥姥说那就买吧，你们就是基本上没怎么吃过，那就给你们买吧。满足一下孩子的这个好奇心，要不老想看看人家，就是老是会忘记榴莲是什么味道，它不像别的东西我们日常都能吃得起。我也发现就是现在那个水果是真的贵呀，现在水果是真的贵呀，天价水果现在都是，它那些葡萄啊什么的呀都特别的老贵了，就光那个小西红柿、圣女果，它都有好几个品牌，价格还都不一样。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你这炒粉多少钱一份？我拿菜单给你看看啊。炒面、过桥米线。老板，请点餐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看到了吗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你们是在兴盛村？兴盛村离我们还有点距离呢。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一样来一份啊，欢迎来吧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，好便宜啊，加蛋一元，有空他会看看，对，有偶尔有空我会看看。炒粉、炒
谢坏小子升级。炒粉、炒面。两份顶我这一边的价格。手抓饼。我们在城乡结合部。炒粉。肯定得便宜。炒面。过桥米线。手抓饼。外卖订单了吗？没有，今天最后一天，鸟鸟尾，最后一天，我就不干了。最后一天我就要休息了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你这一份能占三块钱就不错了，赚不到吧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因为菜我给的量也很大，菜的话也是这个盆儿，一盆菜，然后一份炒粉，面或者粉，面粉都是大约在一块钱左右，有的一块一多点，有的一块，面粉都是一块左右，就是这个菜一份大概有多少没算过，绿豆芽、洋白菜、胡萝卜，然后就是盐啊、炒粉啊、料啊什么的，酱油啊、蚝油啊，还有啥，还有打包盒啊、辣椒油啊，这些差不多年后几份可以，年后不知道哎，没想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我就想着说，哎，啥时候想开了就开吧，大概也就是初十，要么过了十五，要么就直接初十初八这样，早点开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地沟油便宜，你说地沟油便宜，咱也不用地沟油啊。关键这玩意儿地沟油便宜，咱去哪儿买呀？去哪儿买地沟油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咱现在都是从超市买的这个大豆油，咱也没法去买，咱去哪儿能买到这个东西？你现在想买，咱也找不到地儿啊！别说不买了，想买就找不到地儿。谢谢宁静哥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炒粉、炒面，也不知道老狼去接孩子不？打个电话啊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喂。炒粉、炒面。接上闺女了不？12:34了呀，几点接嘞？人家12:30就放学了呀，你干啥了呀？就在那接嘞。啊？你就在那接嘞，刚才我俩接了。那你就不用管了呗。行。你记得哦，别忘了。他说有一个他的朋友的家长去接，他就不用去了。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。85，啥啥85。过桥米线。手抓饼。看看你们聊了啥话题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啊，你们说的。手抓饼。那超市里所卖的物品，它也是要经过国家检定的呀，不是你随便说说的，好吧？你不要这样说，你要这样说的话，你就不吃油了，你就天天就在家喝饭吧。
喝粥，天天喝粥，别用油炒菜了。嗯。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我的工作就是管这行的，哎呀，那赶紧举报。炒粉、炒面。能不能提供证据？过桥米线。举报。这个社会怎么说呢，大部分都是正能量的，大部分也都是良心的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。小助理，你看我要办卫生许可证吗？我这不用，我这不用办卫生许可证，因为就我一个人，就我一个摊儿，他们那边摊儿多着呢，都没有办。而且我这条路也不繁华，人又少，我给你们看看啊。哎呦，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，看看。谢谢余生哥哥，看看这条路人多少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谢谢余生哥哥的小星星，交摊位费吗？不用。来了一个小美女，你看那边没有人，这边也没有人，这条路上可空旷了。过桥米线，老板，给咱炒个，只有一份炒面了。炒啥呀？嗯，行。只有一个炒面了。嗯，炒面条。炒粉。炒面没了，就这一份了。过桥米线。炒粉也没了。炒面有吧？没有了，就最后一包了。人大哥让炒了。过桥米线。嗯，市场也都停工了，人家都没了，咱也进不来。炒面。过桥米线。啊，只有米线，七块，七块钱炒面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啊，行，七元，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今天最后一天，我炒完我也休息了。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我可以吃炒粉、一盆菜、过桥米线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今天就不是，这都还是提前备的货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。
已经收回来了啊，盒都已经光了，啥也没了。卖那么高，我这里就不卖那么高，就我一个人。我就是当活儿，有个活儿就行。少挣点儿就行。谢谢余生哥送的星球，谢谢奋奋斗送的荧光棒。草本草面过桥底线，出到1:30吧。今天就能感觉到，现在大家都在猜猜买，然后家里边欠的都有备货了，你知道吧？随便搞点吃的，在家人家就不用出来了。老狼忙啥去了？老狼在家陪着浩哥玩呢。刚才这不还给他打电话了？他在家里边陪浩哥玩呢。草本草面过桥。手抓饼，草粉草面。美女，你啥时候来呀？你来了通知我一声，然后发个快递。草粉草面，过桥底线，手抓饼。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不忙了就感觉有点冷了。忙起来了，啥也顾不得了。过桥底线。这两天太冷了，不想出门。对，好多人都不想出来。草粉草面过桥底线手抓饼，确实好多人都不想出来，大街上现在都人少着了。草粉草面过
其是学生，学生现在又不上学，直接炖到家里边。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、炒粉、炒面。这孩子太不能要了，太贪玩。手抓饼。浩哥确实玩心太大了，跟老狼一样。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。我在家，我最起码不让他玩游戏。老狼可好，老狼带着他一块玩游戏。炒粉、炒面，弄得我还没脾气。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人家浩哥还说了，浩哥说，炒面咋的？不让我？哎，手抓饼。浩哥说咋的？不让我听爸爸的话，不让我玩游戏，那我就以后不要听爸爸的话了。过桥米线，手抓饼。广播停了吧？停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炒粉，行。炒面，过桥米线。在这开一会儿吧，开到一点吧。炒粉，炒面，过桥。主要是炒粉炒面都没有了。谢谢余生哥哥的魔力券儿。让他爹带他骑车去。过桥米线，受不了那个罪呀、啊！哎呀，姥姥都说了，好，哎呀，别不想让孩子受那么多罪，在外边，哎呀，危险。炒粉，一直在外边风吹日晒，也是辛苦。炒粉，炒面。过桥米线，手抓饼。手抓饼。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。孩子来帮你炒。手抓饼。浩哥真的想学炒东西啊！他昨天拿了一个大鸡腿，他说我要学炒。炒面。我说别霍霍了，霍霍肉都坏了，不能吃。手抓饼。谢谢余生哥哥送的蓝水晶卡。炒粉，小星星，炒面，送给余生哥哥。过桥米线，手抓饼，炒粉，炒面，过桥米线，手抓饼。17号了，过得好快呀！26了，明天就27了。过桥米线，手抓饼。你们家都置办年货了吗？炒粉、炒面。你们都有没有置办年货呀？手抓饼。置办好年货了吗？炒面。买了对联了吗？买了福字了吗？家里边买了肉了吗？菜了？炒粉、炒面。瓜子、花生、坚果了，都买了吗？炒粉、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，没感觉跟平时没啥区别呀、啊，年味儿还是要有的嘛。炒面、过桥米线、手抓饼。咦，喇叭休息了，喇叭休息了，年味儿还是要有的呀。今年过年不走亲戚，就平常差不多哦。我今天开这么严呢，存钱送对联了啊！存钱送对联去银行了呀？你这不是昭告所有人，你存钱了吗？这今年好多人都没挣到钱，花的都没钱，别说存了。这招恨嘞，不能说这个字儿啊，可不能说这个。哎呀，现在谁能提出？哎 ，Hello， 你吃啥呀？你吃米线不？不吃，你直接回吧，回家吧。这还有啥也没了，炒粉、炒面全都卖完了。有。
大姑娘回来了。咱去那个哪儿啊，去找佳怡呀、啊、去过。那要上车呀，下午。都在哪儿？他在老家里。我该先养猴几天起来的。您先去看看，你去看你老爷了。你家几个孩子？俩。大闺女买的鸭土豆，有热水袋，在那个上屋里课之前就开着。那最起码他已经顶了两节课了，很管用，对不？管用多了吧？最起码没有因为冷而觉得那个啥。到时候还以为我在前面弄个手机，到时候前面拿啥，然后能跑，就没说啥了，是不？张老师问我了。嗯，就是说有没有时间冲突，然后你和这边大这边挑，然后你那边也得挑，最后结果就是不挑了，是不？啊，这投票决定了。就是说，我说那个，本里面那个课不是可以跟老师说哟，就是跟老师说你有那个补课本要上嘞，他就可以让你补上那个。真的傻逼！我说他们都是那种就是没有享受，然后就是看你人多就举手，你知道不？要不然就是觉得费事嘞，就举手。怎么想想你说话非得去上个老几力气的上个东西，不行的。他有可能下午有个大课文儿，或是他们都上，他们班都上，哪个班儿？所有班，李佳楠班都上，除了那个班。你今天下午进课堂看看，如果有人上你就上。这个人都不知道，那人不讲课。没看好多人，就是下午你看看，有人多的话你就带。土豆，给孩子煎个手抓饼，给他带走。你坐那儿，欢迎牛一者哥，树
薯条吃五十包都吃不饱。我今天吃的一没事。我今天吃了一包那个啥，吃了一个那个吧，米粉。今天冷了，今天明显吃饭了，你们少。都去邯郸，今天都去邯郸买东西了，是不是？啥时候给你洗一个羽绒服啊？另外一双吧。挺好多着的。没有。哪个也不能穿的。我的那个番茄酱没在啊，只有沙拉。嗯，少几点。嗯，今天太冷了，我沙拉酱都往外鼓出来。谢谢点赞。谢谢牛与九哥送的荧光棒，卷了就不看了，走吧，拜拜。我在这里。嗯，你爸在家里。关门。好了。哟，我的天！谢谢谢谢牛与九哥送的钻粉飞机，谢谢牛与九哥。牛与九哥也是我们河北邯郸的老朋友，唉，没有给钱，自家孩子咋收钱啊？到时候让他收了那个，压岁钱，让他补交回来。自家孩子没法收钱。谢谢啊，感谢牛与者哥送的飞机。老狼大闺女，对，这是俺们的大闺女啊。煎饼挺好吃的，我买的时候不要火腿肠儿。行，老狼呢？老狼去
老狼去，老狼在家呢，老狼搁家里边待着呢。本来计划说老狼今天去接孩子，结果孩子也不用接了，他的朋友帮忙接。过年多大了？孩子过了年就15岁了，15岁，快不快呀？哎呀妈呀，想都不敢想啊，过了年就15岁，我跟老狼就结婚16个年头了，16年。哎呀，过的时间过得真快呀，真的是。时间不语，但是过得快。你们结婚够早的，对，我们那个时候都结婚早。我以为都18了，我的天，那18我该多大年龄生孩子呀？他那个身高啊，看着就像18、9的，知道吧？他长得高，他1.68米，对，他主要是长得高。人家都说他是不是上高中了，其实他就该上初中。才15岁，找什么对象？真的是。这个车是怎么个意思？炒米粉。炒米粉已经卖完了，面也卖完了，只有过桥米线。啊，米线吧。嗯，行。是啥味儿的？就啥味儿的？您看这儿有小盘儿，啥味儿的都有。米线。嗯，面有啥？面没了吧？对，也没有了。米粉、米线、麻辣、藤椒、清汤微辣、番茄，这三种卖的是最快的。一个微辣的，一个番茄的吧。行，好。那你是在直播吗？哈，我在直播玩的，闹着玩的。还有多久？啊？还有多久？3分钟。好嘞，做好叫一声吧。啊，行，你先去车里。小地儿很干净，要每天都要一直收拾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16，不是，一个8块的，一个9块的，17。还有别的吃的吗？你能加的？那个手抓饼有。什么样的？那加1块钱手抓饼吧。不是，不是米，手抓饼是用那个铁板烙的，它不能加米线里边。啊，那
给我弄一个吧。弄多少钱？手抓饼加鸡蛋加烤肠不？啊，就是说啊。不加的话是4.5。啊，加我加吧。4.5，然后这个是17。21.5。对。这个啥那个，手抓饼加一点东西啊。啊，行。不能。啊。Thank you.
这个。嗯。你先手抓饼煮好了。好的。谢谢啊。嗯，不客气。好了，走吧。哎呀，1:12，1:30。1:30我就收摊儿啊，1:30收摊儿。今天不等到2点了，1:30我就收了。昨天我都2:30了才回去，然后有人打电话让我必须要让我等他，我就在这等了。好多都是老顾客，你不等都不好。快递该都停了吧，快递现在好多都不发了。这车是哪里买的呀？这车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县城买的，直接买车主的，不是买的那个二手市场里的。9000块，夏天热，什么车也热，到夏天就是什么车也热，到了冬天就是什么车也冷。要比大狼的三轮强多了，那肯定的呀，这个上边是有顶棚的，最起码雨淋不着，是吧？雪也那个见不到。对，每天都开回去，不开回去怕有人搞破坏呀。这个原来的车主啊，他在他的小区外边放着，然后人家把这大灯都给他卸了。我买的前面是没有大灯的，大狼买这个车全国行，这个车充电的，那到山里没电了你怎么充啊？这种车不能挂盆，正常来说你就是不能上路的。我爸又不走多远，我就是从我们小区出来，不能上路。可能同行搞破坏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原来那个车主在外边放着都给把大灯都给卸了，大灯卸了，然后我说换个大灯吧，我给那个买电动车那儿都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，一直没来。我在烤烤手，这个铁板现在温度还挺高的。
小老狼修一下大灯，按一下太阳能。嗯，不用按太阳能，就是没法出啊，这个不能上大路，上大路交警要给查到的。是下雪了吗？早下完了，现在不过路面上现在还有雪，给你们看看啊。哎呀，我这能看见，看外边，外边还有雪。这块这个地方它背阴，背阴的话，你看它那个雪还没化呢，那边雪都已经没了，这边还有点雪。这就是我们的一条街道，哎，一条人烟稀少的街道。河北冷啊，零下好几度。对，河北特别冷啊，现在零下呀，早上真的出被窝太难了。不过你要是家里有地暖的话还行，还能正常的起床。要是家里边没有地暖，真的是你起床就感觉冷空气，你就受不了，真的是起床难。这路没修补，大烟囱今天，大烟囱还好，它你们看到了吧，白天你看它就冒也不冒，一到晚上它就开始了。白天啥都没有吧，一到晚上我跟你说好几公里，那个天上好几公里真的是全是那个烟。前两天老狼炒面顾客没说咸吧，还行。哎呀，六张卡过三星啊，各位兄弟姐妹们，大家能帮一下小助理过个三星不？六张办卡，一人一张办卡，咱们众筹一下，一毛两毛不嫌少。嘿嘿，顾客不敢说，没有，目前反正是没有人反应，啥时候有人反应了我再给你们说。谢谢高能的钻粉卡，谢谢，还有五张啊，高能已经送了一张了，还有五张，哪位好哥哥好姐姐，我们众筹一下。客户说不闲就是很苦啊，苦不会的，苦是不会的。耶、yeah, ！谢谢谢谢用户6142-3238，大哥的办卡，是小姐姐还是小哥哥呢？谢谢，还有四张办卡，我们就过三星任务了。哎，我进了，哇，你下手慢了，高能。边上放肉丝吗？炒面夹着肉丝更好。没有，我没有弄肉丝，他们说你画点肉丝啊什么的，我没有。肉丝的话加多少钱呀？我不知道加多少钱，明年再说吧，明年了再说，看加肉的话多少钱。对，风帅是我。还差四张办卡，兄弟姐妹们，还差四张办卡。这是车前面，
看看我的方向盘。你看看你们那儿店面怎么卖的？我们这儿卖炒面的少啊，他们都是卖的炒粉，不是有卖炒粉的，然后有卖炒饼的，炒面的很少。就是看炒饼，人家肉丝炒饼多少钱是吧？一看就是贤妻良母，嘿嘿，这是对我的另一种夸奖嘛。这里是手抓饼，我还放着夹着冰袋，就这饼还化了老快了。我夹了这个冰袋，然后又把这个盖上。加点料就是附加产品，加肉的话咱也不知道加多少钱，另外的话我也不知道炒那个肉好不好吃，炒出来。谢谢谢谢风帅哥的办卡，那我现在还有三张办卡就可以过三星任务了。谁还有能力的帮小助理完成一下三星任务？还差三张办卡，谢谢风帅，谢谢风帅的办卡，谢谢刚才那是那个用户一串字母哥的办卡。还差三张办卡就完成任务了，谢谢心上人哥的大气呀、yeah, 谢谢心上人哥的办卡，谢谢老板大气。胖头鱼哥又来抽幸福券啦，祝你多抽多送多得。啥高能说的啥？可以加点酸豆角末啊，酸豆角，这酸豆角俺们这里好多人他不习惯吃，你知道不？你是南方人的嘴巴，你觉得吃点都是正常的，他这好多人都不吃。这好多人不吃酸豆角。还差两张办卡，刚刚心上人哥又送了一张办卡，现在还差两张办卡主播就完成三星挑战了。还差两张办卡，有能力的直播间兄弟姐妹们帮小助理上一上吧。我说这个会不会违规啊？累计直播300分钟，哇哦！酸豆角末，哎呀，就是。这儿不行，这儿好多，这儿都没有放的，也就只有南方了，只有南方才会放了。哎呀，我都困了，感觉，我今天又是每天都是6点就起来了，6点起床。起来烫，6点就要起床，起来烫米线，做准备工作，然后又要叫女儿起来上学。谢谢孟小七送出的办卡，孟小七是不是个小美女？孟小七是不是小姐姐呀？谢谢你的办卡，主播还差一张办卡就可以完成全部挑战了。谢谢助理，小助理完成三星任务。
没人，路上都没人，但是车倒是挺多的，挺忙碌的，大家都在来来往往的，要不忙着去采购啊，要不忙着买东西啊，现在都是大包小包的。我是大姐姐呀，谢谢孟小琪姐姐送出的办卡，谢谢，谢谢孟小琪大姐姐送出的办卡。还差四张吧？哦，不对呀，应该就还差一张了呀。刚刚高能说就差六张了，不是？然后好几个人都送了呀。我看错了吗？怎么还差四张啊？谢谢，再次感谢孟小七姐姐送出的办卡。还差四张啊，差四张啥？对面是你们小区吗？对，差四张办卡。相逢哥能不能赞助一张办卡？耶，高能，谢谢高能送出的钻粉卡，谢谢谢谢谢谢相逢哥送出的钻粉卡，谢谢相逢哥。就完成了吧？为啥我这还跳不出来嘞？一般完成了，我这就会哦。好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恭喜主播完成三星挑战，谢谢。最后谢谢不因无人而不方送出的紫水晶卡，谢谢哥哥，谢谢，谢谢最后助理小助理完成三星任务。好了，大气，大气大气，不容易呀、啊。太不容易了，这办卡才100积分啊，哦，60积分吧，6块钱一张。行了，三星任务完成了就已经很 OK 了，啊，四星五星了就靠边吧。哎呀！哎呀，现在1:29了，1:30准时收摊儿，1:30准时收摊儿了，不想等了，我也不要等了。谢谢谢谢大家送出的呵呵赞。回家看看老狼啊，行，一会儿的啊，我还得想去那个家果园超市问问，对，把那个快递，我发一个快递发不出去了，他说都已经停了，得找顺丰发出去。1:30了，因为路上也没啥人了，咱收摊儿吧，行不行？咱收摊儿吧。今天的出摊儿就是这样了。打游戏吧，我也不知道呀。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倒没有打，俩人都帮我搬东西来着。快过年了，多休息几天，钱赚不完了。好嘞，小七姐姐，谢谢，再次感谢孟小七姐姐送的办卡，还有相逢哥，还有高能，还有心上人静妹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对小助理的支持，人多力量大呀。又把辣椒油收回来，把牌子收回来。哎哎，收收收了，收摊儿，
这些东西就在这里摆着吧。这里头是豆皮儿，豆皮儿的话它敞开的它会容易干，所以得弄一下。这洋白菜没用了，今天炒不了了，今天啥也没得炒了。低豆芽还剩这么一些，金针菇、鱼丸、鱼豆腐。下午出摊儿，下午还得出摊儿。这还有好多米线呢，看到没？下午得出摊儿，下午得出摊儿啊！下午去赶集，去哪儿赶集啊？咱这个下午还得出摊儿呢。今天早上烫了一些米线，就计划的说，上午卖的快点的话，剩几份的话，我就剩下几份就给别人打包生的了，送送人就行了。剩的晚上吃火锅，哎呀，不吃火锅。下午卖卖，然后明儿我要去串亲戚，明儿我就给那小孩们都带走了，他们都要吃米线了。今天准备就是给他们带生的，到时候。因为这个米线不能放时间长了，最多就放一天。哎呀，我来个梨膏汤。大家等我一下，大家在车里边等我一下。大家在车里边等我一下，自行聊会儿天。我去对面那个家果园超市拿个东西，拿了东西我就回来。好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拿了东西就回来。因为我跟那老板太熟了，我拿直播手机就特别的不好意思。我们怕怕，不怕不怕，你们就耐心在这等我一下，我跑着去，我跑着去，跑着回哈。一会儿带你们回家找老狼。我去了啊。
哎呀，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走了就掉了20个人。谢谢，还有180个人等着我回来。谢谢。哎呀，那个件儿，他家那个快递员拿走了，没给我送回来。哎呀，我啥时候还得等？走，我带你们回家，回家了。我带大家回家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把电关掉。哎呀，这个电盆也拿不了了，这拿上。水桶水。也差不多，收拾一下啊，把这个气儿火给关一下，把这个煤气的这个闸给关一下，然后车就停在这儿吧，车就停在这个位置，我呢等到下午了我再来出摊，下午5:30再出摊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再开一下，好，可以了。爱你的心，放放放。今天还是有太阳了呀，还是这么冷。回家了，拍一下我的影子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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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家了，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来来来。我拿着手机相当尴尬，我举着自拍杆，哎呀，真的是好尴尬好尴尬。兄弟们呢，姐妹们呢，我该怎么放得开自己呀？我还是有点放不开呀。你让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可以，但是你在你熟悉的环境里真的有点难做到。这样太晃了，还是反转镜头吧，这样不是很晃。除了加油就还是加油是吧？有没有啥好的建议呀？口罩都已经遮住脸了，但还是觉得不好意思。不是以前了，人家行人都懂得你在干嘛。对，就是越是懂得你在干嘛，就越是觉得尴尬，知道吧？这是老狼的老婆吗？不是。不是他老婆。只是他的助理。信不信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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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里走有好远呀，
我们这个小区还是有点大的，16年的女粉儿，这个比喻也太夸张了。哎，也太真实了。完了，被老狼抛弃了。我是被老狼抛弃的女粉儿。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如果你举着手机，哪怕拍录像，也会是觉得有点尴尬。如果当30可能吧，可能当有一天真的人自己想开了，放开了，什么都不想了，你们爱谁爱谁谁谁，那个时候就真的也许就只有就是我自己爱干嘛干嘛。现在还是有点放不开，现在还是有点放不开。邯郸工厂多吗？挺多的。邯郸有美的，有格力，也有一些电子厂什么的，什么枫叶厂，哎呀，都是搞电子的。到家了，我要上楼了。等。上楼了，听到我听到浩哥的声音了，像是在家挨揍的声音。你们听见声音了吗？你们听见声音了吗？这咋乱成这个样了？我以为你在家挨揍了，你叫了张牙舞爪的，声音凄惨无比的。啊？结果你是在干哈？你光想把游戏手柄给按零散了。快来给大家打招呼。叔叔阿姨好。看那个小手，你看那小手波动的那个都已经非常熟练了。啊？好没有。哎呀，大狼啊。大狼把他，哎，真的把孩子教坏了呀。奶奶嘞？感冒了。这游戏机新买的。哎。对。他自己又买的。我的手。我的手都生老茧了。这是我家里的小镜子。嗨。看这爷俩。哎。你别说了。你别说了。这是什么？你看家里边造嘞。
你看这俩爷们儿造的成啥样了，电视机前一大堆，茶几上一大堆，地上散落着一大堆。哎，我该怎么形容呢？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了。这乱的有点过年的样子了。哎呀，我的哥呀，你放过我吧，家里乱才像过年吗？一片狼藉啊。你要把人别冤了，等一下，你把叔叔阿姨们都给震聋了，你的喊叫声。我真的想说那句话，我该拿什么拯救你，我的老公，我的孩子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咋弄啊？关键是开始真人对打。真人对打都不至于，乱了就熟吧。嗯，我换个鞋，先让我坐下休息一会儿。他写作业了吗？上午写了十页，从哪一页到哪一页？从二十页到十三十页。No. Nice。你说还怎么打？人家都已经找到借口了。哎呀，哎，休息休息。哎呦，现在下午两点。惨不惨？我的哥，我值死。惨不惨？你觉得我不？先让你打一下吧。先打大的，打不过，在线求支招，打不过咋办？给大狼喝点药啊！十年纪念吧，惨不惨？惨不惨？我的，你好坏！Thank you.
哼，出去玩几天，让他们自生自灭啊！家里边一片狼藉。完了呀？怎么搞？请问我从如何下手？怎么收？直接请装修队和搬家公司。哎呀，谁呀？烧死你！喂？喂？听见了不？咋叫的呀？老瑞都让我们进。你估计精英了。嗯。他天天精英。看到了。哦。老有喜嘞！九七，九七拳皇。来倒吧。你们干不是吧你？哈哈哈。完了。我刚才叫你蒙住了。哦。那个老瑞，你看酒里边用那个不用的那个弄那个刀大的啦，或者做点口袋的啦，叫唤那个吧，你不管天天的啊，就我好好好喝了娘嘞，好嘞，你们留来不？啊？你们留来不？那小区热情吗？热情。可以。我出来了。啊。嗯。好嘞。玩吧，还玩嘞？玩呗。我刚才上做了口袋子，带个商家的。啊？带个商家。啥呀？香辣海带。别是香辣，你那个牙齿刚补了牙。那我今天还吃超辣那个东西。就反正我说啥你都不听了，我一说个这个你就赶紧给我怼个那个是吧？我动吗？我是个什么？我是吗？哎，怎么办？游戏是不玩了。浩哥昨天下午刚补了牙，他今天吃什么麻辣海带？我说你别吃麻辣海带，刚补了牙。他说我还今天还吃超辣的东西了。怎么是甜的呀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要不咱就别收拾了，咱就每天就家就这样吧。谁愿意造谁造垃圾，行不？行。浩哥说行。你尝。我不吃。不辣，真不辣。我吃了梨膏糖嘞。嗯。这不点什么油？打你。你看看，有个米线袋子。剪。胶开。啊。用胶开不？嗯，待早点没有。你叫开始还行。你看天上那个，你看这个灯，不斜了。太乱了。
我先休息一下再收。我得先休息一下，因为下午还有出摊呢。休息一下不行，顶不住。休息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会儿你把这收拾收拾。嗯。休息我就到点，又该出摊了。一会儿吧。让你们今天把那收了，你们还现在家继续打游戏。收了又接上了。为啥嘞？嗯，接上玩会儿。那茶几得继续摆。关播了啊。嗯。拜拜。再见。一会儿休息一下，收拾。再见，叔阿姨。拜拜。放裤子里。休息一下。